水晶大虾饺，你来一个。你看啊，要溅在我的身上啊！我先来个原味的。里面居然有虾，太不容易了。它本来是虾饺皇，不过怎么都是破着呢？冤过头就破了。挺好吃。OK。里面大虾。如果要是能变成面皮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你一次性能吃几个？我都能吃了。剩下的给大家分一点吧。好，下来了。